就摔到地上，旁边都脏脏的。我跟你讲，要是我这样，我本来约好了，然后工作又怎么样，然后就是如果好已经是这样，然后我可能在下一次工作又因为公司旁边有工作，我觉得你看来买东西的时候不要这样玩。因为东西拿好，不然掉到地上，像上次那个布丁也一样，掉到地上就没得吃了。你还记得那个布丁吗？都还没吃到你就丢在地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都还没吃到一就给它丢地上。要吃的东西不要这样子玩。走吧，你回家了。嗯，喝完了要拿回去放。要放哪里？对，放在那边。这个是，这个是有电动脚踏车哎。哇，这一台20000多块啊！按你阿伟，这是大人在骑的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好意思。